人呢，有一部分痛苦啊是来自比较，但是这个娱乐圈呢，每天都在比，尤其是当两个大牌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。身为明星富姐中的两位头牌刘嘉玲和范冰冰，最近竟然火星撞地球了。昨天一场时尚活动同时邀请了刘嘉玲、范冰冰、孙俪、吴秀波、吴冰等大牌。作为资格最老、名气又最响的两位，刘嘉玲和范冰冰自然最受瞩目。小编估计两人的出场价码也最高，本来这同场活动就算演也得演得和睦热络一些吧，可这两位却跟仇人似的，全场目不斜视，一个招呼都不打。更诡异的是，两大天后连穿的衣服都很相似，刘嘉玲的睡衣长袍大袖胸前春光似乎更胜一筹，但范冰冰明显觉得自己的年龄更占优势。两人各自招呼主办方领导，又各自招呼自己的粉丝，偏偏就是互不交集。主办方花了大价码请他们来，难道觉得自己不是独占鳌头，心里头有点不爽？